这一棒打出去，哇塞啊，这个球带飞历史的时刻，哇，这个球是300号，这一棒打出去，哇塞啊，这个球带飞历史的时刻，哇，这个球是300号，哇，各位观众，哇，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历史了。经过了职棒34年的历程，我们正式迎来了第一位300俱乐部的打者，而且是代打全垒打。大师兄林志胜，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可以比赛，是虽然是客队啦，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暂停了。这个是绝对。先前无古人啊，而且后要有来者要等非常的久啊。在桃园球场，这个球场其实它是最熟悉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在这个时候啊见证到了300轰的打者出现，中华职棒正式进入到了有三字头俱乐部的超级大棒。哇，这个真是戏剧化啊，而且调度都做调度了哈，也让豪进上来了。嗯，在过去其实对战武打数有3次被豪进三振，那仅供参考。但是这颗球现在因为那个。